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气来也》，我是吴怡蓉。今日来到俺的现场，同俺们大嘴姑的一系一位画家哦。不过，伊本单系国小教书，教了20多年，我上十年哦，里面发现讲自家经常会做的事情，还系画图哈。俺们今日都有请到伊来同俺们分享伊嘅人生故事，欢迎画家顾新金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闽南的顾新金。欢迎先生，先生是在闽南台的，是吗？我一直都在闽南台，没错。跟教书没在闽南？没，教书以外，生活都在闽南，之后都在江山，所以江山发展教书。我们是在闽南台，跟他谢谢世界路过好画图的哈。讲起来都按在闽南啊，有。在我面前都有一条河坝，尊桥的，哦，啊，我都不是在高水啦，肥壮的人，所以呢，像啊，名字都咩名哈，讲你乖诶，啊，本来印象归深啦，就安尼失败诶，影响到我后头嘢安尼画画的一种的感觉。哦，啊，家下有好画图哈，哦，家下会讲来都安尼，画图，民艺都在做的事情。哦，他把拿着棍呢，别空都挖，天哪都挖。哦，按江州树的安尼压的，哦，也拿挖土。哦，会做成一种诶，哦，骨头人啊，可能系咱咧南山一带经挖啊，会太年会安尼，唔多欢喜啊。会哦，会啊会。加挖起天哪吼。天哪，别空安尼蛮挖咧。别空安尼挖，哦，我本意少嘛。就要太年啦，对安尼会安尼。会骂哦，会骂吼，系俺们印象当中，俺们还是黑工有人过好画图吼，如果本太人骂，古时候还是这时间印象就是画图是太人唔好的事情，吼。太人们都讲啊，要画图都有一种捣蛋的意思啊。哦，超过。就安尼一带壁啊，或某个地方啊。安尼，我讲侬立马夹住安尼感觉啊，诶，唔强力啊。嘿，啊，你这些时间有感觉这个好画图哈？有这个感觉吗？青好花哦，甚至是花个时间哦，花土南山花比赛个条，啊，有一摆过神奇啦，就花雕个怪个蛤蟆个条。嘿，但是有的同学拿到爱土，看来啊。某某同学啊，你画咩啊？你画咩啊？三浦咯，我讲系画三浦咯啊！啊，全班同学都当时大爆笑咩？都讲啊，我明明画的青蛙，你为什么把我当成是？明明怪耶，讲系三浦咯。怪耶，变到三浦咯啊！哦，让我留下一种很深刻的一种感觉。嗯，这些时间有去比赛？佮当时的人，这人呢也冇乜个学习，老师也冇乜个特别教啦。嗯，啊，比赛。有的时间，通常都爱退百万呢。哦，哎呀，得到成绩了呢。嗯，古时候家下都有感觉，哎，这个算会发图的哦。哎呀，就安尼很自然的形成的，变成什么跟比赛都安尼出面。哦。哎呀，安尼画的图，老师都拿来叠啊，还不一样呢，布告栏呐。哦。形成的变成很自然的一个，画画的一个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哦，啊，后来先生还偷瓷砖。读师专，读台东师专。啊，你家下无上过外路行业白路行美术哈？当时呢，可能都看为经济情形蛮好。哦。啊，就蛮多读师专，唔是钱。嗯。哦，又还有啊呢，哦，生活费18补贴啊呢，就做成功啊呢，哦，比较。理所当然行一条路啊！哦，教书嘛，对吧？嘿，啊，透过师传当然出来都教书，啊，很多去国小教书，国小教书，哈，教诶一段廿二十，诶，教诶二十八年，二十八年哦，好，啊，你算提早退休嘛？嗯，哈，诶，48岁都退，哦，啊，退休过后啊，都就去台北，嗯，哦，就同一条画家。哦，他找俄罗斯有一个列宾美术学院来台湾的一个艺术家，叫做米海尔教授来学画，之后跟台北的一些朋友一起画画，大概有2-3年的时间，一直都留在台北。你喺边度画图退休啊？从，那就为了画图退休。
哎，我听起会动机，就因为有一次啊，买喊的好高的时间，一个假日，去安尼桥头的糖厂走一走，结果看到有一位老师，先从的画图写生，哎，看到一位老师的先写生画图，啊，心里面也就爱的将来应该行的路用的呀，哦，哎，那个时候就深深的打动了我，就。强开退休的，是唔都安尼，都做都嘿，当然强开退休的。你告诉佮你是扮演当中有是有涉爱搞生意的发图哈？有。哦。哎，重点咪搞几多儿童画？哦。哎，金像儿童画啊，一个本身都水墨画、书法，也两个部分都得给自家来做啦。哦，告诉的时间，哎，同时有技术有提拔，还练书法啦。哦。刚侬会想，唔会想讲，刚挨路继续教书啊，啊路有闲的时间发图，侬会想讲挨路干脆退休呢？有时间了哈，那那边东啊，兴趣的东西已经远远超过于我当时的教书的感觉了。哦，就那种力量已经哈，已经离开学校了，所以我自己觉得不应该再继续在学校这样。哦，待下去，因为我的空间在外面。哦，哈，家家下对你来讲，四十八岁嘅，因为挨更加都差不多一个年纪哈。如果想讲啊，家是挨四十八岁，毛毛缝想讲挨按铁饭碗，而且挑嘿，好，应该是很大的决定哦。没有错。哦，我周边的人都觉得，你这么早退休，你是为了什么？甚至还爸爸妈妈都同伊讲，你画图画都是他，你教书有钱啊，你画图没钱啊，不但没钱，你还花钱啊，系啊，我用剩饭咯，系啊，系啊，爸加爸爸妈妈咩读书嘅呢？嗬，连糖都分系嘛？虽然归为难，但是嘛同意啊，因为人哋心思都得嘅咧，诶，你讲，我退休虽然退休，但是我还有安尼退休金。十八退休金的后辈，还可以安尼考入去成法就好呀。哦哦，因为国父总爱答应啦。哈，刚唔加，因为唔算，虽然唔教书的时间，还有睇画水墨画哈，还有睇下书法吧。啊，唔去到屯给俄罗斯的欣赏，唔系好嘛个，伊系油画呀。油画哦，包括素描，写生。就油画这个部分。你一开始还没画油画，还没有接触到。超。啊，那我想讲，后来学油画呢？因为油画它的给我的力量，绘画的感觉哦，远远超过于那个书法。就是我想是每个人对这种色彩的感觉，或者是对线条的感觉的不同，所以到后来我几乎就投入了。油画，我喜欢它的这种那种力量啊，油画里面所产生的力量跟能量。因为你睇看那时间就有感觉，也个油画嗰种还够想的多，安尼。不过书法表等还系有持续睇继续。有。因为一种东西啊，艺术绘画它是相通的啦。基本上它也没有什么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它不是这样的存在，它是相通的。比如说我画油画的时候，我带了书法的线条进来，所以我喜欢油画，能够来做出来。老师今年没有带，俺们先对你一开始的书法吧，所以没开始讲哈。那么有想到一面面弄哈，弄个包体自杂哈。因为自杂就还有的朋友啊，有人在困难，讲啊，老师。啊，那一个杂本，可能用的表现，那就拿就顺手就画墨竹，因为要墨竹跟书法它是一体的东西，那之前呢，对啊，那呢墨竹，画过几多，也下过一个功夫啊呢，所以那都终于画出来，表现出来。哦，一个对应还没过角度可以画下的。其实按讲啊，台上。三分钟啊，台下可能三人、三十人啊，就安尼，有应该画过多，所以画出来应该唔会难啦，唔会难。
唔都系以前告诉你印练的啦吼，我说其实都会变那个你的基本功如果扎的，哦，基本功很扎实啊呢。啊，你去到台北，好，你讲去好个两三年，好，如果黑大台台北哦，台湾时间台北，系哦，台湾的。哇，人家哈其实人说韩国有热情呢，吼。哦，佮哈冲力韩国强，哦，系哦 ，power 韩国强。哦，啊，人家哈屯佮外国身上好多人感觉。对你冲击最大是嘛个？好多青岛，因为我给的东西，他们的观念跟我们国内还是不同的呢。嗯，他给我们的东西还是有一些国外的东西，所以那种感受还是有加分。哦哦，啊，我好个时间有感觉艰难是嘛个？画画其实是基本功是难，尤其是素描的基础。嗯，我们画油画的时候，其实素描它也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而不是说笔拿起来就会画这种东西，不是这样，而是要有一段它的历练，比如说石膏素描啊，立体的呈现啊，包括空间啊，以及笔触啊的养成哦，都要影响，都有影响。要跟黑画水墨画无穷用诶。水墨画它是中国的东西嘛，中国渲染一个书法线条还有渲染还有笔意，墨竹是这样，它是必须要你书法写得很稳，你才能够画出这样的一个味道哦，包括它的落款签名它都是书法的东西。画水墨画不是大锅诶，竹子我们一般来讲的胸有成竹嘛，大概看到我要怎么画，大概基本的结构都知道了，哦，就大概比较能顺手就可以画出这样东西，哦，它不太需要太多的去琢磨了。哦，要相信偷偷睇下呢，已经睇封面当中有看到一些先生嘅黑背一个作品哈，然后了一下个继续向顾先生来同人咧说明一个发作。欢迎多上来福气来嘅现场，我哋今日嘅来宾系画家顾新金先生。多多先生有讲到吼，伊睇过少教书，搞为28年，好多差不多40-80岁嘅时间，好家庭讲爱行，爱上爱画图，古时候退休嘅安尼吼。啊，先生咩家下咩过季节都好，都去到台北好画图。啊，台北好系咧，你几多高雄嘅哈？哦，你几多高雄？啊，你因画安尼？在厝诶，一家往以外啦，在高雄一般还有请其他先生哦，比如讲潘延和老师，台北老爷也还有，还有钟敦浩老师，严宏南老师，姜汉威，啊，你来发图，体验画画，哦，也会中间呐，来太古时间都做写生的动作，写生，有时间啊就会出去发图。哦，哎，随意画图。好，因为学生对我的工，等于是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部分。学生，每天就开着车子啊，到好的风景，美的风景啊，户外啊，只要看到喜欢的地方，就下来画图。哦，所以有一段时间，几乎是每天都在外面跑。刚刚你一挖，挖一丢啊？通常一种花，现场写生的话，我大概是2个小时前后一点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样一幅画。哦，好嘅，哦，嘿，写生咩？嘿，油画，差不多2点钟，可以完成。油画，但是有不足的地方，我就可以带到回画室里面。在稍作来处理這樣。像安尼用油画写生的人咁又多，你唐多几多人都会翕相翕下来。太不容易了哈，写生它是这样，这个过程里面天候的关系，有太阳，有时候外面的那个环境风雨都在影响了我们写生的这样的机会。所以
一般的老师也好，画画的人也好，通常都是拍着相片啊，在画室里面好好的去做创作，这样，这个叫创作。哦，我也偶尔也会这样做，但是呢，还是以写生为主。可是我们都是过后发的就会景物，哈、哦，老师用你的作品同样来说明好不好？哦，你的风格。我觉得写生哈、哦，它有一个。每一个人画画的感觉都不一样。那我是比较倾向于说，哦，有七分的写实，跟三分的写意，在我的画面里面存在这样。因为写实的东西，风景写实，你如果把全部的景都要把它写实进来，如同照相一样。那种感觉会觉得比较板，比较呆板。变化不够。那我通常是做了很大的笔触在画面里面啊，比如说我们先来讲这个采茶，这张作品是在阿里山的石桌下面有一个叫乐野那个村落，那个旁边有一些茶园，有一天在那边看到一群的这个采茶姑娘在采茶，我心里面那个高兴啊，耀然纸上，所以就画下这张作品。那这张作品里面呢，我把那个茶园的这个细部都不画，就变成一个块面的一个一笼一笼的茶园，再加上这个采茶的姑娘的这些动作，我也没有把画面里面的人物画得太清楚，我还是用色块来把它代表，所以这张画面你如果太近看的话，可能看起来会觉得，有一点太僵化，或者是太快，一块一块的东西。但是你退后看的时候，它整个画面是蛮好的，感觉蛮好的。亚总黑先生算很满意的作品哈。冇唔错，冇唔错。有作品啊，就提下呢，阿里山呢，石桌乐野，发出来的图。亚总图啊，哈，当时还去到个现场的时间，那就看到亚采茶姑娘，真多的采茶叶，那看到时间还心里肚里啊，都安尼轻松啊，耀然纸上，就冲开上个点发去了。你随时就会带那种话剧，那茶肚里就是话剧嘛，重点就是话剧，你随时就可以听好了，随时就可以。对，做一种的表现啦，想办法冲动都可以，可以得到来画图。老师过后一种你像你头都讲，唔好马嘅路画家太详细，充贴上强样啊。感觉一种作品吼，画图的作品，艺术作品都雷同啦。你讲啊，把一种图画画归完整，哪个东西都画下去。欣赏嘅人啊，无空间嘅。看不到一个空间，就像是某回想的空间。本案的作者画家完成的。我就保留了三分的写意，这种写意一定就是要跟这个欣赏者能产生共鸣，或者是一种想象的空间。我本观众有脑补的空间。那就要对，要对个创业会一点嘛。老师也个作品咯。亚洲美农的安尼一个。所以一個神後尾散拿啦，個人時節啦，安尼油菜花，青醬，安尼整個一片的花海，係花海，花果喺外頭面度講咩鬼理想，人人用你嘛，佢風風嘅安尼花海啊，鐵強，係鐵強嘅時節啦，表示一種花太過於火爆，太火爆的一种画面。后来就在安尼画面肚里啊，压了一些的冷调子。就是你看到吗？冷调子在肚里，浅蓝色的、一些、像那个小路上面的路面有点暖。后来一看，还不错了。感觉用安尼平衡一下。平衡，错，你的画面的平衡啊、产生让看的人他不会觉得说，太过于。火爆的那种感觉的，
哦，刚除了金佛啊，像黄先生的人，每黑本单路睇几眼人嘛，哈，啊，黄也会看伊能做个生啊，给卡棒的呀、啊，伊能那些没问题，安尼做一下，很黑很单纯。画面里面有个人，小人物，也是桂兰花的安尼部分，因为人是活动的，嗯，还没翕相古来吧，对啊，但是你现场的时间，还会规格的速度去掌握呀，安尼。感觉动态先按呢勾勒出来哦，哎，按再来是谁？因为你都活动的呀，他都看到呀，嘿，看到，嘿，按唔地主持人看到嘛？哎呀，土花土里啊，上班有多少人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啊，那用的话四百人了，四百人就十全十美啊，哦，很完美的十大家，哦，还有喜欢这样，不也不知不觉就画到这样一个人数这样。哦，哈、嗯，还有伊能个分布哈，同个构图咩鬼有关系呢？哦，要不构图鬼重要哦。嗯。人物会安尼分散哈、嗯，就跟主题整个搭配，还是要做出相对的一种位置啊。嗯。不能说随便啊、聚在一堆、嗯，或者是分散的没有聚焦，安尼蛮不错。嗯。嗯，不过刚刚讲你会如何老师如何用色块为主？唔过，计色块看起来嗰种会过简单，唔过人咧动态去看得出，其实冇咁简单咧。动态去看出来人结构嘛，人体的结构，也就在初学的时候，基础打下的那个素描基础。哦，人物石膏像，我们画了很多石膏像，要石膏像，你冇画到啊，哦，太过你画唔成人物啊，人物唔系嗰样画。但是有结构的问题啊，你、有画过石膏像的人啊，相同的历练啊，你的画就那是够简单。哦，哎，我们都安尼呢，都系我讲过一些色块随便都可以画，唔免的吼，唔加是上半身重一些，都乖乖的。好，刚一个照片够太咩一样很大的这一幅。就得。阿里山的小火车西坡茶位啊，都按那十四路有点茶站，按那十四路站哦，提花位，啊，同时提下站，啊，看到也位安尼，山度里的西总体位啊，哦，雾唔多，十坡间的雾个，哦，但是呢，说山不爱山是那一种的，安尼艺术归美。有美感的一个东西啊，完全得要包括的独立的，哎，故事来就得要花，要都先从花呗，要种土啊，哎，呀，种土咯，同时花的时间啦，省了都过多细人的也有，太人啊有，一堆都得看啦，翕相的也有，看的也有啊，形成你的过去的画面啦，哎，印象过程，因为茶盏咯，营业啦，能得。奋起湖啊，落一次多安尼十字路站停车，安个路做银行下去啊，哎，啊，然后有咧卖咖啡的地方，啊，我哋食过几啊杯咖，饮过几啊杯咖啡，哈，还蛮有意思啦，可以嘿，有一台小小的那个凉亭啊，那些哦，带成了一个这个画面的趣味性，很够，啊，按台中的土妹黑差不多两点钟，哇，还到，也差不多。哦，安家个，因为最主要花土的方式啦，来先从块面，啊，来块面的作品呢，花海也铺设黑的，让做细部的稍微修改一下，通常都有可以达到一种的效果啦。唐先生按你讲，爱太地可以讲不会存，做嘛安好写生的吼，如何你讲给？唔咩单枪，挨挖出来嘅几幅画，喺挨古野花图嘅高层，如喺屯挨嘅环境强下嘅，嘅江苏嘅非常重要。一种东西都话你啦，唔花图嘅时间，就会融入这个画面里面的一份子了，你就跟它连在一起了。所以你会觉得很快乐。面对着这个风景写生，它就是你的，我就是他的。跟他在一起，这样，一个境界听起来
难怪不会想去提早退休啊，我追求安尼嘅境界安尼，吼，因为听起来真的很美好嘞，吼，哦，刚刚来聊一下高级小强顾先生同安的分享，以有关老土嘅故事。非常多做来福气来嘅现场，我哋今日有唱到嘅系花家顾新金先生。头多呢，先生用唔嘅花作行来讲，如果感觉诶，佢有嘅境界吼，嘅佢就会谈论许多嘅风景哦。诶，特别访问花家吼，就会感觉啊，这个唔会画图，很佢大爽，咪会佢想去去画图哦吼。如小可感觉嘅出，诶，做梦会暗想去许多现场同佢太自然强下，然后创作，好做一个创作案嘞。啊，先生，佮用诶两个作品，佮同人分享，你看到诶好吗？好，嗯，讲起来写生哈，就一种嘅深度里嘅一种嘅能量啦，一种嘅喜欢，打从内心就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你像那个现场有的会现场图案的画画唔多，比如讲来一张图，哦，来去欧洲，哦，一个风景区，哦，看到的一种的景风景，哦，触动来心。那么你现场呢，来都做一种的安尼速写，哦，过来。因为出国冇可能带很多话剧啦，哎，出去写生哈，都一种的，出去旅行啦，就一种的。简配，哎，按住画图啊，相画、图画嘛，都用速写方式带过来，哎，按过先从翕相，过来做一种创作，创作，产生的作品。噶日本咯，日本咩系国家咧？日本都会安尼，南投县的水里，捏皮的很多车程，因为车程啊，哈，也算是一个小火车的一个终点了，小火车。可以通到佢只个地方，哎，阿姨啊话以前啊，很在咧木材的集散地，哎，不过咯，也为风景嘛，也真蛮好，尤其身后有一点咧，安尼些杂货店咧，哈，底下会卖安尼小摊商啊，就安尼，哎，阿姨，好，看到嗰种感觉都现场都地画下来，因为中途都现场画咧，哦，嗰些产生系一种咧，安尼对，尤其对安尼。游客在买东西的时节的感觉，这么好，哎，至少有个有些个人去的一种，特别看到头前有啲翕相啊，哦，佢都安尼，哎，感觉到哎，一种画面千古难逢啊。哦，嗰时候嘅人咪系现场旅游嘅人啊，咧。现场游，但是呢，人多少安尼唔啲，哦，就现场时安尼掌握佢夹嘅安尼，那尤其在现场写生的时节，欢迎啊，而且那呢。个角度去掌握安尼该有的元素，你懂？哎，咱可以安尼，哦，唔会变成讲啊无中生有安尼。哎呀吼，历练过吉雅斯的画展，国勇士文化中心雅轩，安个个志高馆，哦，安个个哦，美浓文化中心，美浓图书馆，一种展览过的时间。来发现一件事情，来每一次发展的时间，有的观众啊，听来现场看图的时间啦，几多人看咩？见看都见摇头，安尼见摇头，安尼见摇头。啊，来讲，唔用个乜个反应咯？伊讲啊，我好像走进你的画面里面的。哦，哎，哦，听我觉得，哎，这也很好玩啊，够有意思这些事情啊。哈，伊可能来图见看见摇头，见摇头的意思，如果他看到，比如说这边有一条小径，往里面看，他就一直往里面看，看到里面去了。哎，啊，这个就很有意思啊。哎，啊，所以买入来的 man 啊，艺术它不是远离人们的，啊，它是跟我们。一般人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迷人影，啊，任何人影，哪个不论于安呢职位的高低，对美感的东西的追求，每一个人都有，所以迷人影看法，对啊，艺术美的东西，迷人影都能够接受，所以安呢在占那么时间，那你们够希望讲啊，受欢迎，不管会发唔会发，
哦，有没有拿过画笔啊？同时，我们就培养人的宽的了解，嗯，甚至呢，同人和分享，要花花神奇啊。嗯，多多我都有感觉是看发展的感觉，我在线上跟我们亲自解说，不是我们可以发展的话，这样不跟民众解说，这样会刚刚有读到过我们应过不去的墙，如何有撞墙期吗？刚用来克服，其实我们画图的人就那个世界如果刚刚都需要突破自己，需要突破。你今天看的一家图案好，三年五年后回头来看的世界啦，就会感觉到那是缺少某个东西安尼。当然啦，很进步的呀。就会安尼。哦。所以心理的反应啊，它是永远在进步的，永远在改变。哦。这个时候看的，说不定我过个一两年，哦，画的图又完全不相同的，也有可能的。开连展的时间，唔系开放戏嘅，睇下叫下来拍一啲展览嘛咧。连展跟个展都是可以分享这样的画画的感觉啦。我汹涌的分享，自己个展的话就有你自己要独挑起这样的整个画面的一个整个展览空间的一种反，跟客人的连结啊。按你讲啊，连展啊，他个共同的分享就是共同的快乐。后发的嗰度系建物嘛，头都一个千四部嘅人嚟木讲，一个路系翻嘅家乡。家乡嘿，佢就边一咧就看到也我印象过深嘛，虽然讲都十年前的事情啦，但是我有年都行下，看到也安尼天生走那路安尼十条路啊，哎呀，过神奇。还看到佮安尼画啊，油菜画就，过脚金光路就画下来。哦，路画下来，咁也个因为系二零一三年，八个哦，是过年前咧，哦，十年前咧，咁也还一看十年前八个，会很不满意嘛？会啊，但是哈，好吧，没有留到以前的图来看的时间了哈，没有感觉到，也有种个感觉，一种情感。当时的情感，当下的感觉，虽然讲跟技巧性的东西够成熟，啊，不过以前当时在花时间，哎，有没有用以前最好的感情、最好的能力去发出来的东西啊？虽然讲跟来看有某一种的瑕疵，感觉不是那么满意，是这样。唔过眼咧外行人系看唔出啦，看唔出有乜嘅，我唔满意嘅眼咧，唔就系虽然有花，唔爱改还系可以改，唔过黑板如果留嫩，眼加下如果眼嚟嘅用诶，就唔错嘅。眼咧画图嘅人啊，系相信要花花过场啦，会留下归多画作，但是跟回头的看的时间，没讲啊，一条图，以前的图都过多缺点嘛，但是有的时间会留几张，讲啊，哎呀，一天都不爱，作为一种回忆啊，一种感觉，没讲啊，完全就毁掉它，不是这样。因为它是重块，如果做清洗呢，好像看不出我的历程呢，哈。如果也重块如变啊，汹涌的嘛，哈。走。先生，你感觉啊，挖土也看事情，对你。长成现在的样子，有嘛个影响？对你的眼神，心态个影响系嘛？我感觉到眼啊，一点眼，系讲啊，精神生活的层面系磨啊，包括书法、绘画啊，以及其他的有兴趣的一些创作。如果撇开一的东西，完全生活面里面独立磨一的东西啊，我会感觉到眼会乏味啊，好像苏东坡。因为人对安尼作嘅特别的偏爱，所以他留下了很多啊千古的绝作啊画作嘅。我说来讲个眼神啊，就他除了物质生活以外，一定有一种嘅精神的生活的领域。啊，你要从精神生活领域，包括书法啦、绘画啦、艺术啦，它会充实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平常的这样生活里面，不但是有了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饱满生活的领域呢会更大它不会说这么的枯燥无味了。
我感觉我人生有一条艺术，佮像如果拉系咪，如果足诶。应该讲过久，过欢喜啦，哎，过欢喜啦。因为外人吼，发图的人很多老辈，啊，相信看法同人迄无发图的人啊，无相同。哦，哎，啊，行啊来，一条线要为景色，嗯，哦，就是我心里面的一种很直觉的反应，他是不是我的很好的朋友一样，嗯，能够接触啊，能够喜欢上他。嗯，那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破房子，我们也很能触动我们的感觉。嗯，这跟没画画的人是迥然不同的。哎，还有，哎，你人生如果过有迷失，就这样一路这样走来，就大概跟这个绘画结很深的缘嘛。嗯，书法啊，画画，结缘。嗯，我相信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追求的啦。好，今天非常感谢顾先生按精彩的分享，好多几多啊，多谢。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感谢。多谢，感谢观众朋友，三下来听论先生好好运通。各位福气来的观众朋友，有请大家去到俺们的脸书粉丝专页面章，还有订阅 YouTube 频道，随时发落福气来的消息。